够了好吗？够了。嗯。先洗一会儿，够了够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小乔。今天我们选上来炒花生了，我给我妈带点花生过去炒一点吃吃。炒油大概十几毛，差不多。嗯。过去起来，快起来！你炒完了吗，小静？哦。我说你炒完了吗，小静子？我炒个什么？俊南，你们家炒多少斤啊？哎。你们家炒多少斤啊？哎。你家炒多少斤花生？十八斤。哦，十八斤。哎。啊。你自己吃吗？我不自己吃，我有那个来，有那小舅来。啊、哦，给小舅吃啊、哦。哎，小舅，那小姨。啊、哦。明天上下班、啊？我不今天让你加班。上下班做饭给你吃。哦，行。啊。我们家花生还没来得及剪了，妈要先把花生剪一下。哎，不用不用不用，往下游往下游，你拿着呢，这个软了，这个软了，不用，又溜了，人家不用不用不用，啊，省事了，快点，啊，慢点，你看，这狼拿着吧，这狼不要，不给人家，成了，你可花生快，啊，这还什么土产？花生在大锅里面正在炒了，底下烧的是大木头。顶上呢是小锅炉正在炒的，不停的翻滚翻滚翻滚，这样子能炒得很均匀了。爷，你多大了呀？八十了，哇，身体这么好啊！下学吧？不上了。不上了。嗯，今天炒了不少份不？20份哦。一炉的话，加工费多少钱？一碗10块。一天能赚个100多块钱哈、哦，也蛮好的。没有什么太多成本，对吧？哈，就少点木头就好了。嗯，这一份是我们家的了。哎呦，这就咱家刚炒好的花生，糊了怎么办啊？糊了不能吃了。那怎么办？那不白炒了吗？啊，糊了不好吃，咋糊？你说不然要钱吗？要什么钱？要钱还要钱？昨天胳膊哈，我今天好听了，还要钱？不能要钱了。啊？你吃了吧，这位。不要钱了，不要钱了啊！也不是故意的，反正。那天我在这炒，我也不要钱。对。啊、哎，在那。我炒这炒也不要钱。就在你先不要走哈，俺、嗯、家的一会儿就好了，哦、吃俺家的哈，吃俺家的啊，俺家的好吃，俺家的叫不要炒糊就行了啊。嗯，不能走，我们走。妈，你家拌饭，让你拌饭、啊。那我不拌，谁个拌啊？哦，我明天也拌。哦，那个，你等等嘛，等大家快点，马上烧好了。嗯，不能走，我们走。就要走了？哎呀，这么急啊？哎，啊。小花生家用的就得时间少一点。我们家花生也好了哟。哎，我们家花生好了。小的腌一点那个。没小的，赶紧给。好的，等一下啊。嗯，赶紧给晾开，给晾晾。好好盖住哈。来，给钱。这多少钱？哎，十块。你总结吧。这不盖不着呗。嗯，有的就。有两块钱面看的。我也不喜欢我爷。夏天，爷爷挺实在的，啊、就收5块钱。谢谢你啊，爷爷。哎呀，那三百多斤别的，俺拿了三百多斤别的，我得卖了，我都三斤包别的再成了，我就能卖3斤还多。现在花生热气都散了，我姑妈把它收起来带回家了。嗯，这股还挺好的啊、嗯，没有糊。嗯，火候正好。这回你管给他炒，就给炒锅里炒的。